脸会很黑。Wait, what are we writing? Comments, I think. No, this is true. That's wrong. Read them out of here. Can you just explain? 好吗？好，开始你就可以录了。Oh, I clicked it already. OK, 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郑志颖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我的旅游经验。我是去过马来西亚。我是一岁的时候跟我的外婆一起去的，在马来西亚的机场，我的阿姨叫我们去外婆的家里。因为时常有很多公务，所以在马来西亚的时常我不习惯去。小鸡很可爱，我就喜欢去看他们。我的外婆认识很多人，所以大家都对我很好。在街上也有很多狗，但是它们很凶，有些狗会咬你，有些狗会吵你。虽然我不习惯吃马来西亚的菜，但是的味道不错。马来西亚菜的营养比美国菜多。马来西亚的天气和美国的天气不同，在马来西亚又常下雨，我不喜欢热天，也不喜欢下雨，所以我比较喜欢美国的天气。美国的秋天又热又美国的秋天天气不冷不热。在马来西亚，大家都排队。马来西亚人和美国人都一样，可是我觉得马来西亚人比较客气一点。你去餐厅和银行应该要排。最喜欢住在马来西亚，因为在晚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星星，住在纽约都看不到星星。如果你想去旅行，你一定要去马来西亚。我相信你去的时候会很开心的。谢谢。